王潔晶議員。多謝主席、主席、各位同事。2014年施政報告針對了本澳人力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問題，提出了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，將特區人才培養的戰略部署政策化、制度化和長期化，並建立了人才培養制度框架，勾劃出精英人才、專業人才、應用人才等培養計劃的思路，從而提升了本澳專業技術人才的質量，為本澳人才培養的工作開啟了新的里程。澳門正向着結構產業多元化的方向發展，然而未來產業結構的升級，歸根究底需要各行各業不同類型的人員共同推動和發展。本澳有一位教育家曾經講過，人無全才，人人有才，故此協助青少年人從小尋覓發展的方向，提升奮鬥的目標和動機，將更加有效地為本澳培養各領域的人力資源。為此，本人認為要從多方面着手和配合。首先，從教育着手，落實教人興澳這個施政的方針，為澳門培育人才打下好基礎。現時本澳的非高等教育一直沒有好好地統合，不同的學校會因應他的辦學團體的背景，發展出不同的教學的模式，他們各有特色。因此，有關當局應推進正規課程框架的立法的進程，制定相關的教育階段的基礎學歷要求和課程的指引。然而，本澳對統一考試的制度、留級的全廢制度仍存在著不少的爭議，有關當局必須就此進行探討，制定適合澳門發展所需的制度。另外，亦應該考慮協調澳門的各個學校和教育機構，令學生的能力水平有一定的可比性，讓學生了解自身的能力和弱項，有利於作出針對性的補救措施，從而改善其基礎的學術水平，提升澳門的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。其次，鼓勵社會和學校應對不同階段的學生進行不同程度的生涯規劃教育，有助他們了解不同方面的發展前景和市場的狀況。而當局應加快擴大各行業未來對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的估計，建立人才資料庫，讓年輕人可以用數據分析未來澳門人力資源的發展的需要，結合個人的興趣而選擇未來發展的方向。再者，在社會上加強對職業技能教育的宣傳和推廣，吸引有興趣者參與職業技能教育的課程，讓他們有一技在身、一展所長，共同推動本澳的多元化發展。最後，本澳大多數的行業都欠缺專業認證的制度，亦都沒有對國外、內外的一些專業認證的資格給予認可，長期以來只是依賴夠學歷的認可，故難以客觀地評審專業人士的資格，造成有部分完成了專業培訓的人士無法晉身相關行業，或者是被壓低他的薪酬水平，最終放棄投身自身的專業的相關行業。因此，當局在各行領域的制定專業認證之後，應該協助不同的行業理順他的薪酬行業的職程制度，進一步保障入職的薪酬水平，確保薪酬的條件有利於吸引人才。再者，本人希望政府落實建立公平公正的公開的人才選拔的制度，創造更多的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，讓更多的澳門人才可以發揮所長。多謝各位。